前辈，我才齐在明，他一定会来这里闹事，做出恐怖行为。没有什么采访我没做过，只要是新闻我都欢迎。请问你是出现在 MSC 新闻广告的那位吗？对，我就是。你没有看错，他们两个是母女哦。崔仁和记者，因为这种事件还让我见到了宋记者的女儿，真是令人感激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皮诺丘。